刘青云、张家辉、林嘉欣、袁咏仪出席廉政风云烟幕首映。嘉欣就话呢次合作先发现张家辉原来好好笑。嘉辉系好笑，仲有我好难得见到佢咁轻松。因為 我上一次跟他合作，他是導演來的，是沒有一刻是停了他，所以今次能夠見到他即專心做演員，然後又中間其實我想向你道歉。為什麼、啊、我做導演那次我一句私人的說話我都沒有跟你說過，差不多連招呼都沒有打、啊、早晨都沒有。不是，我都照顧不到，我根本上都我什麼我真的聊天都沒有跟他聊過，真一埋位就做，一做就 cut， 一 cut 就剪片了，那都其實都沒什麼機會了解。現在當然了解很多 了, 了解很多整個月了。有份客串的袁咏仪就说不够后，希望有机会再跟青云合作、啊、他又大赞青云是冷面笑匠。是啊是啊，其实是的，不过他不会立乱跟任何的女性讲笑咯、啊、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好的、嗯、即作为他的太太是很放心的，即有些男仔很喜欢懒幽默的嘛，他不是咯，他是会即很多人的时候他才会讲，我觉得很好咯。